二哥，你甲我讲，你细汉时阵哦，恁妈拢叫你小雨，啊，不过你的名内底也无雨这个字啊，这不是足奇怪？迄拢过去代志，我早就袂记啊啦。你怪怪哦，你是不是还有啥物小秘密啊？这个蛋饼，敢是你特别为我准备的？你是莫想讲哦，用一个蛋饼来买伤开放的心啊？你想到我就搞到女朋友，可以麻烦你老实跟我讲，你真正是自然讲到的做伙，还是伊逼你落来？我听姐妹讲，你还够可能出掉啊？等你遐个钱吼，咱理清了后，你到酒庄因哦爱找我理理，安尼就妥当。你无去出掉？爸妈讲，伊要有温柔李白咱的集团核心，嘛要有伊参与我主导的造镇计划，我袂当给伊另外出头的机会。你有去给别人做你失败借口？这个我做有自信的，你莫想我哩做。你嘛知影，东俊真正就打拼，我做伊的家哦，只要当替伊加分的，不管啥物，我拢愿意做。最近咱个鸡卷这项菜啊，真味咯。安怎？真嚣张哦！总算是有甲东俊斗相干掉啊，真是足欢喜。周瑞恒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